大家好，我是孟欣，我是宣婷。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在香港迪士尼啦。那么从3月15号开始呢，达菲与好友同盟游年度春日盛事再次回归啦。嗯，让我们一起跟着达菲去感受一下春天的迪士尼吧。这里有好多达菲家族的一些这个装束，然后我现在可以把自己装扮起来，等一下，好好看的。合影，哦，露露，啊，给，哇，啊，机长，耶，这边也机长一下，耶，还有我，还有我，耶，怎么跳？不仅有童真，更有一种浪漫的气息。嗯，那么这次的春日盛事呢，将会持续到6月份。如果你也喜欢达菲和他的朋友们的话，记得要来这边看看哦。